那其实哲武谈的议题很广，只要它具有公共性，我们就可以去谈它。那为什么我们想要创造哲学星期五这样的一个空间？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平台，让大家可以针对不同的议题，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。因为我们以往在针对这些公共议题，在讨论这些公共议题的时候，大家习惯的都是上对下，就是好像那些政治人物说什么，我们就听什么。可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坐在一起去表达我们的看法跟想法。所以哲学星期五想要提供的一个平台，是希望大家可以用这样子由下而上的讨论。我们认为，我们既然都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讨论这些所谓的公共议题？我们希望可以用这样由下而上的方式，去对这些公共议题有更多的讨论的空间。所以这是哲学星期五存在的目的。那我们每个礼拜啊，其实都会请不同的讲者，他们也许对于不同的领域都有比较专精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希望，我们认为哲学星期五的主体其实是在台下的各位。所以我们每周的讲者，如果你对于我们每周的讲者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的话，也很欢迎各位在听完之后踊跃发表你的想法。我们就可以透过哲学星期五这样的平台来分享我们彼此的想法，那这是哲学星期五的精神。好，那我们还有个传统，就是在活动开始，就是说我们主讲者开讲前，我们还是会有一个传统，就是要自我介绍，因为我们是希望说以群众为主体，然后就是有一些实质上面的一些想法上面的对话。那等一下可以接到麦克风的，请大家就是讲几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，或者是要大家怎么称呼你，然后就是为什么会来，或者是你对这个议题的关注，你的想法是什么这样。那我们从这边好了。好，主持人大家好，我叫陈敏纯，我是这里的常客，因为我是觉得说自己的不足，而且我很想听听年轻人的想法。谢谢。好，我们欢迎就是各个年龄层的朋友来到这边。大家好，我叫林玉林，我之前住新竹，现在住台中。但是以前也是做IC 的工程师哦，但以前只知道什么叫那个爆单，不知道什么叫罢工，所以今天来听讲者来聊一下科技业的罢工。而且要第一次罢工就上手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彦良，然后第二次来到这里，然后在你们住了20几年，然后来到多月。那这个议题对我来讲的话是蛮有趣的，因为我大概从14岁开始打工，然后所以我做过蛮多工作，大概20几年。那也进入过工位，也当过管理阶层，也当过那个现场的操作员，操作机器，然后也在一起。UPS 物理数大夜班搬过，然后也升到管理啊，就是过打领带，然后所以两边正面跟反面工会跟管理的那个想法都没有看过，所以对我来讲也是我想看看在台湾这方面的经验跟想法。或许等一下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补充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哲，我是那个中区劳工平台的那个成员。然后我来自目的是想要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成立工会，那希望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成立工会，不是反抗，而是好好跟资方沟通这样子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南亮，好，现在的工作是在做板模，可是不知道能做多久。对，然后平常每次可能会写点东西画画图，然后今天是因为有点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，所以就来了。我叫嘉诚，我是因为认识永晴，所以我叫李雅婷，然后做的是跟光电有关的。我叫郭勇，那我
之前对罢工的印象是，之前有一次是那个华航子公司，那他那个行动会罢工的事件，那他的确是因为罢工之后跟资方得到一些筹码的加薪，那所以我就开始对这个觉得说，其实罢工是有用的，它也是一种合法的争取福利的手段，所以想来听听看，那科技业的话会是怎么样的？好，所以听听大部分的罢工谈，传统上的印象会觉得说比较。都会在这样传染病。就是最近的那个华捷工会，对华捷员工罢工，就是等一下主讲者会再讲另外一个案例。各位大家好，我叫何家祥，然后我就是班上班族这样。那只是来这边听，就是想先了解一下什么叫罢工，对吧？那其实我也不希望我哪天我会走上这条路的，但是就是会走上，是因为对于现状不满。那当然，现在目前是因为工作也真的想要跟上面谈说，希望有没有升迁的机会，或是薪水调薪啊。那当然，希望看有没有什么，就是要以罢工的方式，或者应该说是能够吸取这些罢工的方法，来让我有办法跟上面讲，用以退为进的方法，就是达到这些我应该是我拿到该有的权利吧。对，谢谢。喂，大家好，我叫俊逸。我是一般上班族，然后罢工第一直觉其实对公司还是资方算是一种外部成本。那我想了解说，罢工对资方有没有任何的正面效益，不管是实质或者是非实质的效益？我叫周凯，那我现在是台大的学生。那我想来听，就是之前在台北，就是你们有参加像那个华捷罢工跟海底熊这种罢工，然后就想听看台湾，因为台湾的科技业，我之前不知道台湾科技有罢工过，所以想知道状况。大家好，我是蒋库，我现在是那个新竹县产业总工会还有桃园县产业总工会的秘书。现在在南溪代理。大家好，叫赖嘉颖，然后就是想说来了解看看罢工的一些，看是怎么运作的，什么之类的。比较详细的细节。大家好，我叫谢坤。之前在新竹做了一年了，然后现在回到台中制造业，然后。想要来听听这种罢工，到底他以后有没有办法，就像德国这样，跟你们罢工的时候争取劳动权益？大家好，我是陈俊强，那之前就有来过德国，那今天刚好讲者也认识。各位晚安，我是信荣，我也是哲武志工的一员，然后。几乎每个礼拜五的晚上，我都会过来这边跟大家一起。那今天谈这个劳动权益的问题，其实我曾经有很小的、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当过所谓资方的经验，所以就那个就是说关心各方面的公共议题的这种立场上来讲，我也想要来听听看各方不同的说法。我是点么技工，我叫廖家水。好，那后面的伙伴也要顺便实习店长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那我们的主持人，可能要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吗？